解決通關呢啲事啲嘢咯，應該係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喎。最需要嘅問題，首先係民生嘅問題先，係房屋問題咯，係多啲供應公屋咯。物價越嚟越貴咯，負擔唔起啊！因為呢個疫情令到經濟又衰退咧，跟住又冇得加人工咧。最核心嘅一定係房屋問題，勞工問題啦，土地需求、房屋供應唔夠咯。治標唔治本咯，而家好多嘢都係。真係聽我哋香港市民講嘢嘅意願咯，唔係我覺得香港人係需要錢㗎啦，咁我就淨係俾錢佢咯。貧富懸殊、住屋問題、經濟，因為其實依家都仲係有好大部分人會受呢個失業嘅困擾，佢要推出更加多嘅措施去幫助呢一啲人。OK 啦，呢個唔係太先，未有時間睇，冇乜誠意咯。都冇咩特別措施，真係幫到樓市，去幫啲市民上車咁。自相矛盾咯，佢做嘅嘢全部都係好唔合理咯，對我嚟講。睇下政府點做咯，應該都 OK 嘅，應該都。我覺得係傾向多餘，嚟北部大部分都係一啲自然嘅生態區啦。咁從環境上面嚟講，就少咗好多。好多生態先啦，係啊，好多自然嘅生物啦。因為香港而家都已經叫偏熱噶啦，咁佢而家仲要再斬埋一啲樹木咁樣，咁令到可能個天氣就會因為咁樣更加熱咯。好嘅，有發展，香港需要發展噶嘛。如果規劃得好嘅話，我覺得會唔需要填海咯。同埋你唔使特登整個人工島喺度。如果冇咗啲叫做濕地啊，冇咗啲棲息地啊，令到啲環保人士又反對啊，收翻啲地，喂，佢係諗住將市中心由我哋傳統嘅可能中環尖沙咀搬去北部，好過冇嘅點都，但係淨係呢個政策可唔可以幫到而家我哋嘅需求？我覺得就都賺啲咯。我會覺得就係純粹多個地方俾香港人選擇去做嘢咯。